的年纪很大。第二个他们有挣扎的感觉，对对 对, 對。可是我很喜欢那个挣扎，对对 对。他一挣扎，他就要进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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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诗恩可以，刚开始我有点担心他。对对对。沈川崎给我的感觉是风，谢谢。有时候一个拔尖就像龙卷风把你带走。那诗恩给我的感觉是大地，听听他的歌声，就好像随时会得到一个很温暖的拥抱。风与大地之间的这个沿岸就特别的需要把他们稳住，它像是一棵树在那里好好的支撑，同时它也可以随风摇曳，然后也可以向下扎根这样的。既然清风讲得这么美，那我就俗一点，我的第一个词美。延安的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的关键词，那就是他的外在帅气。哎，被猜到，他们说该不会是帅吧？那川崎怪怪，对怪啊，因为我觉得川崎有一点古灵精怪。谢谢。好的，那么在可以给他们投送之前呢，我要表达一下网友们的愿望。青年派计划联合微博在节目超话当中发起了青年派玩家共创企划许愿征集活动，有位微博网友表示想看延安跳女子团体舞，准备好。So baby， 情话多说一点。你看注意了。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如果喜欢他，就支持他，我们可以投票了。加油加油加油！零二零二，投起来。投给零二哦，投给零二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全力冲刺，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走到最后。这里让我有牵挂，希望大家一起能够走到最后。延安松弛感是我觉得这个方面有表现出来，对川崎的感觉也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蛮惊艳的。在一个摇滚歌曲里面融入中国风是一个很勇敢的事情。好，目前排在第一的依然是我如此相信的匆匆妙杀和邓典，而目前延安川崎和诗恩排在第二位，请三位进入到现场待定区。好的，第三组要出场的是李大奔、文兆杰、朴仁儿，请大家拭目以待。有请李大奔、朴仁儿、文兆杰带来《深潜》。Slow jam，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Let you know me。这是我的 city， 但我不常露面。Wow， 原来有点长，现在学会收敛。I know I'm just trying to live my life， 直到今晚我也看到你在察觉你和动身离开，和时间在比赛。我不允许在这地带发生意外。当时排气筒臭味让我觉得非常可口，被按奇怪的 pose， 我帅得像是球球，贴完微笑的 pose， 在等待着你的 coco， 都是排练的 show， 一不放心把它偷走。I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think， flying the sky like VIP。男人的就是会演酷的 head of TRE， Talking about why you don't wanna miss the key to win D， 当你碰到了 T 的爱真是。他用了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 emo 类的风格进行了重新的改编和诠释。三个男人以不同的侧面，其实都是在等待着一个可以被看见的过程，仿佛是一场微电影。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看到他们在唱歌状态中那种无所畏惧的状态，我很喜欢这个舞台。真的没有想到有生之年可以看一个洗手间的演出。在你们的表演当中，我看到的关键词是荷尔蒙。
突然他一冲出来唱歌的时候，我 can't wait。哦。李大奔他一出手，你就会 stop。好，又到了我们紧张的心跳值投送的环节了。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四首唱完之后排名第一的这个表演里面可以拿到两张通关券，排名第二的可以拿到一张通关券。如果喜欢他就支持他，我们可以投票了。来，加油加油！喜欢他们刚才的表演，按零三呐。喂喂喂，在吗？请给我们打 call 吧。爸。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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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走到决赛，把我想唱的歌唱完。半决赛我就希望堂堂正正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比一比。三个人很和谐，每一个声部他们调配的比例是非常的好的，这个我觉得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完成度非常高，每个人都表现得很精彩。目前李大奔、文兆杰和土人儿排在了第二位，将有机会分得总决赛的通关券，祝贺。